哎，我是哥哥跟嫂嫂这个录影婚礼录影的特派记者。首先要来访问的是我们今天男方主婚人，也就是我的爸爸。来，爸爸有没有什么要对儿子还有媳妇讲的？谢谢，迄个，阮亲家甲亲姨妈，我阮娶这个新妇，谢谢。爸爸不善言辞啦，其实一般是从由妈妈代表发言，来妈妈讲一下。要跟儿子说什么？年轻人今天结婚，我希望他们能够幸福美满，很快乐，这样我就很满足了。哎，接下来要访问是我们今天女方主婚人陈爸爸、陈妈妈。喂，我对女婿的期待就是对家庭有责任，然后夫妻吵架的时候尽量沟通，不要大小声，有什么不满的可以回娘家来跟我们说，千万不要吵架甚至打架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夫妻恩恩爱爱，然后早点替人家马家传宗接代。 OK， 谢谢。我希望讲哦，陈志立哦，加迄个是淑女哦，六花龟啊，加迄个小马哦，因两个哦，爱互相体谅、互相了解哦，对方的亲家亲哦，也拢食好，也拢食好哦。希望哦，因会当安尼哦，会当安尼安尼，赶紧生一个孙安尼哦，两方面拢安尼。拢足希望伊生一个，赶紧生一个安尼，谢谢。啊，我这阿孙仔吼，会当嫁予阮这马家这姓玉，来做伊的贤妻，安尼我希望伊永浴爱河，白条街路，白条街安尼哈，大姑祝福伊安尼。好，谢谢。阿金祝福你了，早生贵子。常常谁这也出来还生 ？OK， 好，爱河。我祝福因好米饭，祝爱爱河。OK， 有奖吗？祝因因的姻缘吼美满哈，个健康啊，早起生生迄个生囡仔。谢谢。啊，祝他们永浴爱河。快乐啊！谢谢。祝因新婚快乐！谢谢，就夫妻相处到就是要互相包容体谅，谢谢。老公来讲一下，老公讲一下，还是那一句啊，敢无嘴大富贵啊！接下来我们要访问一下我们那个新郎官的大哥，也是我的大哥，来，大哥要讲生育跟资历讲什么祝福的话。哦，是他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啊，谢谢。洪智慧哦，这里会给你拍得很漂亮哦。来，洪智慧要讲什么？祝哥哥跟嫂嫂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。白头偕老。好，谢谢。在这里要访问到相当重要的一对夫妻啦。对，就是我的亲姐姐马瑜君。对啊，还有我的姐夫在这要跟我们的那个新郎还有新娘分享一下，就是那个相处之道，夫妻相处之道。两个人要靠心理点五，加零点五等于一。对，最高心要靠嘴一步。对。来，姐夫讲一下。来，姐夫讲一下。有。互相包容就好了。哎，互相包容，我们拍一下他们的那个就是双胞胎。对，哇，双胞胎。啊。对。好，祝福圣玉跟智利永结同心，永浴爱河，早生贵子，恭喜。接下来我们要访问的是今天的媒人婆，这个媒人婆很厉害哦，她很会讲四句点。我们请媒人婆对新人祝福两句。来，圣玉，今天是你结婚大喜日，我希望你们两个百年好合，长命百岁，你的生意欣欣向荣，宏图大展，祝福你们两个。谢谢媒人婆。对，
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马家的顾问，也是好朋友崔喜姐姐，然后请我们崔喜姐姐来分享一下夫妻相处之道。说到夫妻相处之道，就跟你推荐马生玉，你只要像我老公这样，一切都没事，就万事 OK， 幸福到底。来，一下夜。我是他的同学，小学国中同学到高中同学，然后非常高兴这次我朋友小马哥能够结婚，他真的以前人很高义的啊，但是现在真的是改头换面了，谢谢，祝福他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要访问的是我们今天最美丽新娘子资历的姐姐以及弟弟，来，我们在这里家人要为新人献上祝福哦。但是呢，我是非常敬业的。子立，祝你新婚快乐，希望你一直幸福下去哦。希望两个人能够永浴爱河，百年饱和，百年好合，谢谢。要幸福哦，加油。唱一首，唱一首，他带老师唱一首。永远都能幸福美满，谢谢。真的是唱歌讲话不太舒服，所以呢才把它拔掉，但是我会接近大家啦，好不好？祝这对新人新婚愉快。一二三，一定要幸福哦！哎 ，Judy， 我是国王。哎，祝你结婚快乐，幸福快乐。哎，好，真的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就祝你快乐。哎，幸福美满，祝你快乐。祝你小伙伴们新婚愉快，祝美以后幸福快乐。祝他早早就升贵子了。百年要和好啦，以后呢两个人恩恩爱爱长长久久，祝福你们，恭喜。在这里访问一下两位今天的最佳女宾相，都是新娘子资历的好朋友啊，在这里要为我们的新娘啊以及新郎献上祝福。就是祝福朱莉和小马永结同心，永入爱河，百年好合啊！百年好合，对，不要吵架。好，祝他们赶快生小孩，身体健康。然后新娘越来越美丽，新郎越来越帅气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再见，祝福。很有趣，第一次当伴娘，对对对。你也是第一次当伴娘？对，我也是第一次当。很好，对啊。在这里要访问到新郎的表哥啊，那表哥可以讲一下你对于新人的那个印象，生育啊、资历的印象是什么？还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要跟他们讲的？相当合适，天作之合，恭喜了。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表哥。好，哎，在这里要访问到我是那个南方的亲戚，对，你是盛玉的表弟。盛玉的表弟，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新人讲的？祝你们百年好合。百年好合。啊，旁边这位是你的女朋友吗？对，是。来，你有没有要对我们那个哥盛玉还有子弟说什么？早生贵子。早生贵子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？没有了。对啊，还没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按对那个盛玉有什么样的印象？没有，没有。他平常对你怎么样？为人如何？很好。哎，很诚恳。对。对，好。好，谢谢我们亲戚有点稍微有点怯场，对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桌是那个男方主婚人啊，妈妈哦，马妈妈那个到场的好朋友这一桌，我们有请这位阿姨、这位姐姐来代表我们这一桌发言啊，有没有？我也会今天非常的高兴，能够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面。我们来祝福新人永浴爱河，早生贵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阿姨带来的祝福。哎啊，这里要访问到是那个男方主婚人的好朋友，来，阿姨有没有要为我们新人献上祝福？啊，我们今天是那个马爸爸、马妈妈儿子娶媳妇，有没有要对你的好朋友说什么？我祝他们永浴爱河。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生一个让我玩。
这个阿姨啊，她平常家里是那个种植兰花啊，如果有需要兰花，她偷捏我呢，偷捏我呢啊，我爸爸妈妈平常兰花都是跟他们买的，来阿姨介绍一下你们家的兰花好不好？不要哦，不要，他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对，这是我爸爸妈妈的好朋友，再介绍的，来，谢谢，谢谢阿姨对新人相祝福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来啊，我们现在要访问到的这一桌是新郎官的同事以及朋友啊，来，这位介绍一下，你跟我哥哥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哎，同事啊。啊，这个是我哥哥的同事，对啊，平常的称呼是您是他的。班长，哎，班长，班长啊，班长在这里有没有要为生育以及他新娶到的媳妇，对他的媳妇好美丽的新娘子祝福什么？啊，祝他们永浴爱河，早生贵子。啊，那你平常对于那个生育的印象是怎么样子呢？做鼓大的。做鼓大的。哎，哎，对对对。哎呀，好，谢谢，谢谢班长。接下来要访问到的这一位是那个新娘子，最美丽新娘子资历的阿姨。那阿姨，这里你对圣玉今天新郎官圣玉有什么样的印象？Hello， 今天的新郎新娘你们好。哎，小马那个资历，哎，阿姨祝你们永浴爱河，早生贵子，好，加油！耶、yeah, ，谢谢，我们都收到所有家人朋友祝福，你们加油！耶、yeah, ，给你个爱，要幸福哦，长长久久幸福。耶、yeah. ，好，来我们那个新娘子的阿姨跟姨丈啊，阿丢哈、哦，要来为新人献上祝福，以及说呢，要分享一下他们夫妻的相处之道。Hello， 恭喜两位哈！张无言到了，今就镜头吼，大家就包含一个啦吼。大家一啦吼，不是大家，是恁两个结婚了后吼，永浴爱河，大家要互相体谅吼，安尼靠孤等吼，孤等上重要吼。小怕是一定会，小妹一定会，大家退一步都无代志啊。无随我讲。拢总会啦，拢会就对。不过老婆拿大声，安台无声。安尼哦，安尼有听到哦。老婆煮菜，安台在洗碗。哎，我伫村咧有在洗碗。对啊，大家加油啊！因两个哦，百年好合啊！哦，谢谢。哎，谢谢阿姨跟姨丈。来，这里要访问的是新娘子的大姑。来，大姑啊，有啥咪话要来对咱新人讲诶？甜甜蜜蜜，甜甜蜜蜜，大声说了。哦，对，我他来讲甜甜蜜蜜的在啊。永浴爱河。哎，永浴爱河。啊，是有没有什么夫妻相处之道可以分享一下？哈。好，幸福满满。来，阿姨讲一下。幸福满满。祝福家人的祝福献给新人。来，伊本吼，我是新郎的小妹啊，我今仔日的主持人嘿，伊本吼，嘿，伊本甲伊丈，嘿，是不是阿姑吧？对对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来这里要介绍的是新娘子资历的表大姨啊，她现在还在想要跟新人讲什么，我们再给她两秒钟。来，表大姨准备好了没有？来，要为新人献上祝福哦。祝福因两个当冤冤枉枉哦，永浴爱河啦。一定要幸福哦，啊，谢谢谢谢表大姨的祝福。哎，这里要访问的是新娘的二阿姨，二阿姨有没有为新人献上祝福？哦，她要先补个妆，对我们二姨要先补个妆。我来补好了吗？我们要上镜头了哦。哎，对，我们要美美的上镜头。哎，祝你幸福美满，要幸福哦。谢谢哎，不会。哎，谢谢。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对夫妻哦，也是结婚了好几年，感情非常的好。好、哦，那是男方这边的亲戚。对啊，我们有请两位长辈来为我们新人分享一下夫妻相处之道。来，请问一下，你是新郎的？新郎就叫结公啊，啊，古公啊，古公啊。哦，来古公跟古伯，哎，古伯哈、哦，来这里分享一下那个就是相处之道，两个人平常是夫妻要怎么相处？哎，很好啊，还不错，
体贴，互相记得，互相体贴啊啊！大家要和睦共处啊那样。啊，来来来，普公这边为新人献上祝福，来来，先恭喜最后一位。啊，对，新如快乐。幸福快乐美满，啊，加金箔是不是？哎，来金箔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为咱新人祝福一个。哦，也有这意圣意哈，圣勇，哇，你们夫妻要幸福哦。哎，啊，太太煮饭啊，先生要洗碗哦。哎，啊，两个要包容相处，啊，圆满，啊，一定要幸福。好啊啊！有对咱朱魂灵讲一声恭喜，也是祝福的话无？啊，新如快乐美满，长长久久。嗯，好，谢谢金伯。